啊，有一说一，我去年情人节在垃圾桶里翻出了我一年的工资，一块绿水鬼，三台苹果最新的，LV 包三个，准备情人节去翻垃圾桶了。注意去大商圈周围的或者公园的垃圾桶蹲点儿，玫瑰花记得扒拉扒拉，礼物可能就藏在里面。去年我捡了个卡地亚的项链，别说了，大家啊，现在也别看视频，也别看直播了，赶快去扒拉扒拉，看看垃圾桶里能可以扒拉出什么东西来吗？就发财了。我也去，大家定个暗号，各自守不同的垃圾桶，这样相互还可以照应，也不用相互的争抢，啊，照应为什么照应呢？搞不好还有专门抢翻垃圾桶的，是吧？啊，你在那里翻垃圾桶，还蹲在旁边专门等着抢你的，那大家有个放个暗号，是吧？如果碰到问题呢，一呼，就是那个。就是大家你弄我，我弄你的，咱相互的保护起来。哎呀，活了这么多年，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发财的。